我的 true love 吧。可以帮我找找看我的在哪里吗？你不是喜欢那种头发卷卷的会像老蛇对你告白的人吗？哎，不要乱讲了啦，我真的会害羞。哦，这里没你的戏份，闪变。大象，大象，为什么你的屁股那么重？妈妈说屁股重才是好脏。大象，大象，为什么你的脸这么像披萨？妈妈说像披萨才能吃掉。好，你不要再闹了啦，你忘记莫社长说再玩就要拔头发吗？偷偷跟你们讲，我的理想型是身高180，会打篮球，有腹肌，毛很多的男人哦。反正就是毛很多，他喜欢一毛多、胸毛多、下面毛也多的男人啊。好，你不要再讲了。那你刚才说那两个吃你头发的怪胎是谁啊？那就让我们来看我们的喜剧鬼片《魔法情缘》。上吊自杀、啊，真是主，你气色看起来不太好哎，你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对啊，我最好的朋友死掉了。你很想见到你朋友对吧？对，我愿意用我100根头发换我有营养液。嗯，那就走了，你走吧。哎、欸，林耀烂，林耀烂，不要再跟桌子打架啦！为什么不跟我讲话？哎、欸，亮姐，你裤子真的破洞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你跌倒了、喔？啊，叶一婷，你的黑眼圈怎么变深了？哎、欸，你们两个为什么不理我？他们为什么都不理我？哎、欸，林志贤，我幻听哦、喔，为什么有一个人在叫我？他怎么看不到我？王晨，他不是因为吃别人的香肠死掉了吗？哎、欸，王晨，王晨，真的是你，林世贤。我以为你看不到我哎、欸，刚才走进来都没人跟我打招呼。不是啊，这不是重点吧？重点应该是为什么你还没去投胎啊？我们不是说好谁先死谁下辈子要投胎转世当对方的狗吗？因为我还有个心愿还没完成呢、啊。不可能是你想有个180的男友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不过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不要一直亲我，他亲我了。你之前在跳舞，怎么一个人在自嗨？啊，你没有看到这里有个人一直要亲我吗？你在攻虾米兰啊？你在到底在跟谁讲话，鬼哦？哎、欸，王晨怎么不见了？好，没头发吃了啦，还是我去找林姐拿一些好吃的头发好了。哎、欸，林姐在睡觉哎、欸，那我去吃她头发，她应该不会发现吧？反正她头发那么少。你是什么人啊？这个男的也太帅了吧！而且他是不是跟我一样喜欢吃头发？干，这世界上不可能还有人跟我一样会喜欢吃头发吧？你们两个在干嘛？怎么死死的？这个死恶男！不是啊，他也很恶啊，你为什么不讲他、啊？
好。对，还有你，你为什么要靠我这么近啊？你是不是暗恋我？不是啊，我是鬼，你有看到我、啊？真的、哦？那看来我们特别有缘分哎。那我可以当好朋友哎。咦？哦，你打到我的伤疤了哈、啊！我没有想什么。好，你说就。哎、欸，两个人不等我、啊，你吓到我了啦！我们交往吧。好。我有点想放屁。那个，我们先分手一下。可怜你啊！苏伟，苏伟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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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我进球了，宝贝，帅吗？超帅的！哎，你怎么跟空气讲话？没有了，我在跟我的宝贝右手，宝贝右手。好好，再打一场，再。王三怎么不见了？林思贤，林思贤，王三不见了，怎么办？他刚刚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是你惹他生气，他才不见的吧？我不知道啊，他刚刚昏倒，我回个头而已，他就不见了。可是他平常不是这种会搞消失的人哎，我们赶快去找他好了。When I walking down the street， 看见马克被人带走，二选红头半边天，阿福卡牌秒做外送。王承安，你在哪里？王承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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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承安。哎，梁机组，那你很慌张哎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哎，你不是那个我用100根头发画了有阴阳眼的人吗？没时间聊天了啦，我女朋友不见了。就是那个你开阴阳眼，然后让我可以看到的那个人。这跟鬼交往吼，这跟鬼是不能谈恋爱的，但鬼动真感情就会变得虚弱，跟你还这么奇一样痛苦。有什么办法让他回来吗？是有啦，但是他回来之后，你们必须分手，不然他越长越皱。啊！可是他还单身16年呢，难得遇到真命天子。你是人，他是鬼，你们俩注定没结果。我是对方的 true love， 只有两种选择：一，让他死心；二，开开心心的短暂过一下，但他会越虚弱，就会消失，永远无法得到重视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我会再好好思考的。啊，你想好该怎么办吗？我觉得爱一个人不一定要等到他，是要让他幸福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跟他分手，这应该才是对我们两个最好的选择吧。你想好该怎么跟他讲吗？就直接告诉他吧。那他来了。但是这段时间你有没有想我啊？你到底去哪了？去哪都不说。没有啦，我就被关在一个盒子里，但我终于逃出来啦。你们不要太想我啦。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，你跟我等一下。你是要说情话，害怕被林思贤听到？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我明明才刚交往没多久。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。说我还没有做好爱一个人的准备。为什么昏倒后一切都变了？我先走，你不要照顾自己。啊，你不要难过了，没事。为什么话跟我分手？就是，我错怪你，不要难过。舍不得的是空意，暗淡无光的你，没有了他的四季，这时间的缝隙。舍不得的是颗粒，任何关于的你，太阳月亮。
似乎也想与我别离。你为什么突然跟我分手？以前喜欢你是觉得你很好看，现在我发现比你好看的人很多，没有必要在你身上停留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们以前明明那么甜蜜，你一定爱着我，对吧？你想太多了。我昏倒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我对不起你。你在干嘛？你还在想他哦？你昨天半夜发小，这样黑底白字还不够吗？没有啦，我在思考没有他的人间还值不值得停留。你这什么中二语录啊？你这个见色忘友的女人。哦，不对，你是女鬼。好了，没事啦，还有我，怕什么？其实我能再次回到人间，还打破母胎单身的记录，我已经死而无憾了。你干嘛突然 emo？你以为现在是惩罚的感性时间哦？你是谁？我很认真的跟你讲，我这一次真的决定要去投胎，寻找我的初 love。啊，我尊重你的选择啦，但张淑伟怎么办啊？干嘛管他啊？是他抛弃我的欸。我觉得还是跟你讲一下实话好了，就是你那次不是昏倒吗？然后其实是因为你对人类动了真感情，张淑伟宁愿远远的看着你，也不想让你受伤害。哎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哦，有啊，但只好下一步能改变我的决定。好吧，那你有跟他说拜拜吗？嗯，不要好了，我怕我见到他就舍不得离开。哎，张淑伟，把这个笨斗拿过来给我，我要扫垃圾。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他有五根头发，该不会是王晨出事了吧？走，我们去找他。王晨，你们两个怎么找来着？我刚刚在停车场感受到你要离开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我已经决定好了。不要走好不好？放开。王晨，你走了怎么办？王晨。相信这爱情的定义，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，从温柔到清醒，也许带来好消息。一切新鲜有点陌生，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，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，我怀疑这记忆只是个作曲。从遇见你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决定不论结果如何，我也要试一试，哪怕只是一瞬也已足够了。倘若时光真的能倒流，我也会坚定不移地选择你，好好再见，不负遇见。在拍喜剧鬼片啊，女主角我按进去，你是整个头发都进到嘴巴里面，嘴巴他们两个在那里吃什么？可以吃小鱼。可以啊，湿湿的。哎呀！你就好啊，等一下，在上面啊，你不要你上面。懂吗？你先，张硕，这场不用讲话。哇！
惨输的被人没有接。哎，出了快点，捡到石头布，石头布。大家记住，我也想要被人我也不是玫瑰。再见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你不好意思，你太小了，拍不完了，他停了，美食人生，地方妈妈，地方妈妈欲求不满的地方妈妈。为了你唱一个 hook， 我仍旧把持得住，保持着酷，不想再为了谁哭，练习着兄弟的度。为了你唱一个 hook， 我仍旧把持得住，保持着酷，不想再为了谁哭，练习着兄弟的度。